宜昌三峡大坝湖北门票价格免费，国人免费，外国人105元。开放时间8点18点。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门票价格，公园免费开放时间旺季06-00-20-00，淡季07-00-19-00。天津古文化街金门故里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邯郸广府古城河北门票价格入城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石家庄西柏坡景区河北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9点0分-17点0分，杭州西湖浙江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绍兴鲁迅故里浙江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8点30分-17点，嘉兴南湖浙江门票价格近月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徐州云龙湖江苏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淮安周恩来故里江苏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夏季，为人故居8点30分-17点，纪念馆8点30分-16点30分，其他季节08:30-16点30分，南通濠河景区江苏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苏州金街湖江苏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南京夫子庙到秦淮风光带江苏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南京中山风景名胜区中山陵园江苏门票价格入园免费开放时间8点30分-17点，南充仪陇朱德故里四川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9点17点，每月最后一周周一，二闭馆阿坝周汶川特别旅游区四川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三江8:00-18:00，绵阳北川羌城旅游区四川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南充阆中古城四川门票价格入城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广安邓小平故里四川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8点30分-17点30分，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，长沙花明楼湖南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8点18点，长沙岳麓山湖南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湘潭韶山湖南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9点16点，武汉东湖湖北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开放，潍坊青州古城山东门票价格入城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晋中平遥古城山西门票价格入城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喀什噶尔老城新疆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合肥三河古镇安徽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龙岩古田旅游区福建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8点18点，厦门鼓浪屿福建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，孙中山故里广东中山门票价格纪念馆免费开放时间9点16点30分，丽江古城云南门票价格免费开放时间全天。